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张嘴毁的整张脸。看我眼睛还不错吧，鼻子也还好，脸型也可以，就是这张嘴毁的整张脸。看看嘴巴很一般，鼻子也很一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眼睛拯救整张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眼睛。看看嘴巴很一般，鼻子也很一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眼睛拯救整张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眼睛。看我眼睛挺大的吧，鼻子也不塌吧，脸也挺小的，好看。但是只要一把手拿开，一拿开，完了，更好看了。什么叫一个部位毁掉整张脸？看这个眉毛，看这个鼻子，这个嘴，这瓜子脸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口牙毁了整张脸。看一下我的双眼皮吧，还行吧，鼻子也还可以，脸型也 OK 啊，就是这一笑。看看嘴巴很一般，鼻子也很一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眼睛拯救整张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眼睛。